亿万富翁唐纳川普加入质疑奥巴马一列。亿万富翁唐纳川普最近刚加入 The Birthers， 成为质疑奥巴马总统是否在美国出生的议员。川普呼吁奥巴马交出出生证明，他自己也交出了证明。却直到第二次才对。川普上节目谈论此议题，他并质疑奥巴马是否在试图隐藏他是回教徒的事实。川普不断调试奥巴马，可能在为他明年总统大选铺路。他的确够有钱，川普反奥巴马的举动能帮他挑战不可能吗？ You're fired. You're fired. You're fired. 我们有上推特哦，从今天开始追踪我们吧。